怎么办啊？好，然后欢迎大家那个来到993。大家帮我点心打卡吧，直播时通知我点一下啊。手机用户的是在头顶吧？手机用户那个把头顶黄色的心点一点。脚晒黑了没？没有，全身上下哪儿都黑了，只有脚没黑。而且昨天那个什么出去走了一圈，我发现脚小了，好神奇哦。还买了一双鞋。那好吧，加特林，行，那就来这个吧。稍等一下，别叫福山无影脚啊！哎呦我的天呀，太难听了！你能要叫一个比这更难听的名字吗？好吧，那就来这个吧。这个好累啊，这个。你等我直播结束啊，你个完蛋玩意儿。通知我帮我勾我勾，你背上的是什么？晒的，背上的脚印，背上是晒的，很明显吗？太明显了，我这肩膀你知道吗？以前都不是这个颜色，昨天一天然后就变成这个颜色了，也不知道要多长时间才能缓过来，这疼啊！一碰都疼，火辣辣的。没有，
后边是晒了，你知道吗？昨天，哦，对对对，晒成这样。等一下，我整理一下我的发型，有点累。然后咱们现在呢，晒晒衣袖嘞，那么长时间。好，那跟大家说一下，打个广告啊。康老在993存好记专业又研制舞蹈频道，左上方有一个五星级嗨翻天的预约通知，大家帮忙呢把这个预约通知点一点。右下角直播室通知我那勾是我的，帮忙点一下啊，谢谢。然后手机上方有一个红色的爱心，把那爱心点亮啊。嗯，谢谢，欢迎大家来到993，也感谢官方给我的这次机会。掉皮嘛，我不知道会不会掉，反正现在很疼。是你踩的，原来昨天跟我打架的人是你啊。昨天我在打死那些嘲笑我48码的人的时候，原来你是漏网之鱼，还有活着的。听说你的脚很大，你听他们说啊，他们在陷害我。哥哥，我只有35码，卖鞋的从来没有说过我脚大，还有我的妈妈也没有说过，他们在陷害我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把这个拖拉机放在下一档啊，来吧，一二，大家喜欢哪一个？扣在边上，扣在屏幕上。这个是我们下一场要跳的衣服，然后我们来，一二，谢谢啊，感谢狼牙哥啊，不对，狼组之歌，谢谢谢谢，感谢狼哥啊，帅气。好吧，然后我再回来，等一下，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。好了，还有6秒钟，咱们15分钟之后再见。